东湖乐活公园日前发生有多只宠物狗被毒死的案件，台北市动保处表示已经收到了通报，也会将相关市政送验，才能厘清宠物狗吃下的到底是什么毒物。我们本处就积极的在进行正调查侦查的工作，我想这个部分我们不放弃任何的可能。台北市动保处凌晨获报后，已立即着手调查，并将毒物送至农委会家畜卫生检验所，厘清究竟是什么样的毒物。同时，警方也展开调查，追踪下药嫌犯。嫌犯就是在这一排草丛里面释放毒物，而且它非常狡猾，选在空旷的公园里面，没有任何监视器，所以也增加了警方的查缉难度。但百密必有一疏，虽然躲过了监视器，却躲不过人眼。民众目击一名男子鬼鬼祟祟在公园撒粉，年纪大约是在30岁以上。而依照动保法规定，下药男子落网，将可处1年到5年的有期徒刑，另外并科50万到500万元的罚金。无色无味的，有些具有挥发性的，尤其是小孩子，他体重比较轻，他还没有辨识能力，跟我们大人不太一样，所以这些方面都有可能引起一些误食、误触，引起致命的危险。去年2月，大陆杭州就曾有1岁婴儿吃下毒狗药，不幸死亡。也就是说，能够害死狗的药，也就能夺走幼童的生命。这个在公园下药的男子，不论他的动机是什么，但危害到孩子们的安全，已经激起附近民众的愤怒。记者姚立强、陈玉璇台北报道。